乐小伙伴在森林入面找到一间破旧的玩具工厂，受到好叻赞人的棕熊厂长的邀请，他们体验了愉快的玩具生产工作。第一件工作做不做得来呢？咦，哇，做得好好啊。大家一起整的玩具一定可以为大家带来欢乐的，一切好顺利啊，开头就是的。好像有点不妥咁喎。冇错，其实呢间工厂有个秘密的，不过而家仲未讲得住。剧场版《角落小伙伴：奇幻的玩具工厂》，明明是嚟整玩具的嘛，点解会变咗玩具的？呢把声是